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在海口为您现场直播第七届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。全球功夫盛典呢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广大观众心中的搏击春晚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解说团队也是超豪华的，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，大家好。另外呢，还有两位大家特别想看到的，特别想听到他们声音的中华英雄王洪翔，大家好。死神方便，大家好，我是方便。这也是搏击史上的首例啊，四个人解说。是，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是67公斤级的超级战，红方选手吉祥，蓝方选手是戴维西亚。好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这场比赛原来是谢雷，但是谢雷因为赛前肠胃无法出赛，就改为吉祥上场。那吉祥在一个礼拜之内就从75公斤降到66.8。对，这场比赛之前吉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体重问题，是，但也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在称重的现场，他一次性的这个体重就过了。对，那时候是66.8，过关。吉祥呢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选手，当然在降重上，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方法。对，大家都知道降重是他的一大难题，因为他是比较难出汗的运动员，所以降重最痛苦的事情是有时候降不下来。戴维西亚是我们武林风的观众比较喜欢，也比较最近特别熟悉的一位运动员了。他参加了我们的国际世界杯，来自西班牙的一位名将。好，那就是在世界杯呢被分配到死亡之组，那退上的哈桑库伊跟迪亚哥都打了4回合，那惜败输了比赛。对，那上一场是赢的刘亚宁。那我们的吉祥呢，上一战是对上蒙古选手，那场比赛打完之后大家都说哇，吉祥改变好多，打法灵活，一下接腿重击，一下又后旋踢的，很漂亮。今天吉祥一出场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哈，是一个新的战袍，对，很有王者的风范。对的，现在是王者了，又是老板，对，不一样了。好，两个人还就是互有重击啊。是，这个戴维被接头，小心啊，拳也很重。对，那戴维西亚的一个侧边的膝上头跟正面的跳膝是吉祥要小心的，那该吉祥已经吃到对方一个跳膝的，哦，有另外一个膝上头。那今天吉祥的一个后手的肩膀肌肉有点紧，然后再放松一点点，前手那个前摆也有点紧的。吉祥呢是一位叫经常逆转的这样的选手啊，一开头进入这种比赛的这种状态啊，节奏比较慢，往往会给带来惊喜，大家是非常有韧性的一位选手。是啊，他上次最精彩的是一个后脚的一个镰刀式的高扫，直接强毒对手，相当的漂亮。又来一个高扫。那过去呢，这个吉祥其实腿是比较差的，但是因为手受伤没办法，就要练腿，那腿呢越练越好了。对，那现在在他自己的吉祥俱乐部呢，那有新教练跟他配合，所以他说自己的状况非常的好，包括在这个珠海啊泰国比赛都是 KO 的对手。其实这场比赛在之前的战术的安排上，吉祥也是想到要用自己的重拳来结束比赛。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吉祥在拳法练习比较多一些。对，好，小心，吉祥防守。那原先我认为吉祥的力量应该可以压过戴维西亚，但是看起来在第一回合有点吉祥被压迫到了。哎，其实戴维西亚的拳还是比较重的，况且他的压得也比较紧的，是，所以两位选手都是打的这种中近距离，在拼拳上拼这种力量上，我觉得戴维西亚还不错。是，对，方便觉得呢？我觉得吉祥在第一回合还可以，我觉得尤其是临危受命嘛，然后一个礼拜可能需要降重，又需要这个练体能，我觉得可能我所担心的是他的体能呢问题。是，那么碰上一个这么强的选手又是吧？对。中国海南海口体育馆国脉风箱荣耀中国气功珍藏版独家冠名。好，两位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较量。好，在上一回合吉祥有点紧啊，希望这回合肌肉再放松一点点。对，
过完腿之后，哎，对方的前摆拳是，对方的这个近距离的小摆拳也是很准的啊，又是一个，哦，这个组合非常的漂亮，组合对，所以对方的飞膝了啊，底膝也是很厉害的，哦，哇，我们现在频频是组合进攻，是组合进攻。相对的吉祥的组合就间断稍微多一点，有点 CD 的时间。哦，那个高扫。现在两位到了第二回合，把所有的这种力量都放开了。是。今天现场的氛围也非常好啊，是啊，两位选手打得很激烈。对。飞起，哎呦，差了一点点，哎，是。两人换拳。高扫。至于待会的重头戏呢，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，其实我们戴维西也有打过嘛，他有预测，他预测杨卓是比较有机会，他说杨卓相对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四人制的一个比赛。那就戴维看一下杨卓待会的表现。对，然后连续的扫踢，好，即将前摆再换个位置，他利用前摆换位置要躲掉对手的一个连续的选拳法接腿法，是拳法命中了，哟，转身。那在之前的比赛，戴维西亚对上这个Diago， 那有被这个膝上这个上勾拳打到下巴，所以他的抱架中间是有点空隙的，但是今天吉祥没有好好的把握。哦，一个后手拳加一个扫踢，是连续的扫踢。看到他的后扫踢，因为是左架，所以后扫踢踢的是后腿的外侧。哦，又是一个，是这个地方是后侧后腿的比较薄弱的地方。对，而且他是换架进攻的，是后腿的外侧。啊，又来了，哎、哇！这种累积强，我觉得不妨可以提膝防守。对，吉祥直接被砍到后腿。哦，又是一个。吉祥不要再让对方砍后出去了。哦，高扫高扫，这个高扫非常软，一个，而且这个不管是输出的比例，哦，又是一个有反应了，现在危险危险，吉祥要护住对方，又是一个，还有吉祥要提膝防守，对，吉祥防守打拳啊，因为吉祥的体力没有对方的充沛，是啊，对方在国际世界杯都打满四回合没有休息的，对方压着的进攻比较猛，对，吉祥被压迫到了。看一看看后面第二局的比赛的时间到了，是。好，在第二回合一样，这个吉祥可能略占了一点点下风，因为对方的输出太密集了，体力太充沛了。对。哇，这个变化。高扫。在双场比赛对上蒙古选手，其实吉祥就是潇洒两个字，我希望吉祥再把潇洒这两个字找回来，再放松一点。是中国海南海口体育馆国脉富江荣耀中国系统珍藏版独家冠名。用这个冰块一直在冰吉祥的这个后腿，就是他的右腿，我相信蓝方的这个戴维西亚也看到了，对，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。哇，继续踢，这个地其实刚才看到吉祥的后腿的外侧其实已经有是轻了，对，你教练冰哪边我就踢哪边，对，是，况且呢戴维西亚他有拳法开路啊，对，所以这就比较难防，而且膝法又有刁，是啊，有点快站不起来，支撑有困难了，是那个大腿力量不见了，哇，这个很痛啊！一定要防住对方打完拳以后的跟着这样一记伏地扫，是。提膝防，那个特别留意，因为打完拳之后啊，你的注意力会比较分散一点。啊、对。哦，这个侧位的膝上头，对方的这个进攻的点是比较多的，这个很尖的、啊。这个对杨卓，他也用这个膝上头也弄过杨卓一次，况且他进攻点比较多，是还准，所以很难防，难防啊，因为他的这种组合比较多。所以吉祥现在就是要输出，我觉得还是以攻代守吧，我觉得是啊、嗯、如果是单独的防守的话，我觉得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对，因为对方的这个击打的点太多了，很难防得住，现在可以看到吉祥的拳跟腿都伸展不太出去，哎呀，又被砍了一脚，
因为对方的这种控制能力很强，糟了，糟了，完了就会五秒了，继续，喂，好一个。第三回合真的一场比赛，还有这个时候这个战斗力被伤了一大半，是这个时候给对方的输出很多啊，对，给对方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，哦，太被动了，对，拳法接扫踢，对。现在时间第三回合剩下最后一分钟，应该是最后的一分钟。哇，又一下，怎么支撑腿啊？连续的进行击打，对，支撑腿被破坏之后呢，其实打拳也没有力了，对。所以说现在，吉祥要调整。好，就现在吉祥的腿部有一些发软，是发软了，对，发软了，没办法，这个肌肉受到伤害了，在支撑就是进攻的这样的。其实吉祥还是蛮有毅力的啊，对，然后再坚持，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在。那一般运动员，现在对，不妨把前刺拳和直线动作做一做，拉开距离，不要给对方这个后扫的这样的一个距离。一般运动员呢比较常是前腿被打到这个痛，但是呢就可以把换架把前腿藏到后脚，但是呢现在是后脚痛，你换成前脚的话更容易被踢到，所以已经无解了。是，咬牙坚持啊，是，哇，哦，有个袭击啊，这个时候对方看不出来这个腿是你的弱点，是，哇，十秒，好，十秒钟，糟糕啊，今天吉祥的全力量完全没有发挥出来，是。有时候被打到腿之后拳也很难发力啊，会受一定的影响。还有在胜场前的一些暖身啊，这种动作也会对他有一个影响。对，我觉得吉祥今天的意识层次还是值得什么控制力，我觉得限制了吉祥的这种发挥，用他的速度去压迫到吉祥。本来我认为吉祥的力量是可以压迫到这个戴维西亚，但是看起来是没有，看起来没有，戴维西亚的力量也很足，是。那我们就等待主持人的宣判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27-30，二号裁判27-30，三号裁判27-30，比赛结果蓝方胜。